點解會做呢個決定啊？我覺得因為我喺公司都12年啦，咁我而家28歲啦。我覺得如果將來睇翻我冇試過喺出邊其他嘅經歷，我會有啲後悔。咁所以無論我而家做呢個決定係啱定唔啱都好，我都好想去試下啦，同自己有個交代咯。其實同 TVB 是一個完美的完結，還是怎樣的？我覺得是我自己個人來說覺得是一個完美的完結，因為都是大家好來好去的。我覺得其實離開一家公司和離開一個男朋友一樣，就是離開了我又不會說他壞話，但是我們一定會很珍惜以前的這段回憶咯。其實我又未想到那麼遠的，就是 in terms of 跟其他公司或者跟其他平台發展，因為都真的剛剛完的，我主要都是想好好 enjoy 我的 honeymoon 先。當然我 open to 其他的，即其他的 商談、如果隨緣，我覺得有剛的話就不介意合作了。